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李白。那我们今天哦，就来看一下我们的7月15号的小小的改版更新哦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内容是什么哈。听说多了之前我们讲的那一个泳装马丘亚，是不是可以破人家的那个？我真的来了，你看，我这三只都还没抽到嘞，这两只就来了，就变成四剑客了，好不好？三加一。哦，哇，我不知道能不能抽到啊！他妈，那三只都还没抽到，那个马丘亚就来了。那这个泳装系列的，然后真的是马丘亚是真的蛮强的，然后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哈，那个更新时7月15，那7月15的更新呢，就是。他就9点到9点半哦，那多了两个新格斗家嘛，就是那个紫卡的夏夜马丘亚跟那个免费赠送的有那个 AS 活动的夏夜玛丽，那这两个都是泳装系列的啦。那这个多了这两个，然后那这多了这个超级任务啊。泳装的那个布鲁玛丽的超级任务，那他可以拿到这一个免费送你这一个夏夜玛丽哦，那还会第二天还会给你一个叫做玛丽野玫瑰的特殊卡，那后面就有一些那个素材，那最后一天就是锤子终极强化锤，那个对，终极强化锤。那全部满的时候呢，他会送你绿属性的金色记忆，这个让你觉醒用的，可以合成哦，也可以觉醒用的。好的，那我们呢，今天就来介绍一下这个布鲁玛丽，好不好？布鲁玛丽。这个布鲁玛丽就是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属性啊。好的，那个是绿属性的攻击型角色，然后这个是夏夜玛丽，那它的队长技能就是泳装系列格斗家，攻击力增加55%。哇，泳装系列很多啦，对不对？泳装系列，库拉 K， 还有那个什么，那个不知火舞，泳装舞。这些都是啊哈，那有种泳装系列的蛮养眼的，像夏天到了嘛，对不对？好的，那我们这个，那它是攻击型的，所以它攻击脱装的状况下，它会9500的攻击力哦，9500，贯穿率678，那暴击率14.8，哇，暴击率超强哎，超高的暴击率哎，14.8，暴击伤害量131.9，那为什么会吃暴击呢？那等一下我们看一下它核心就知道了。那抗性冰冻减少30%呢？那暴击率加 1.6， 那暴击伤害量加18%，那获得能量草是10%，增加打击伤害量6%，攻击力加525。那他被动技能两个呢？凉爽的蔚蓝海洋，暴击命中时对方的残余冻伤伤害追加 1.6 倍，并解除冻伤。那这最多是两倍哦，最多是两倍啦。那布鲁玛丽的蓝调呢，就是 HP 在 60% 以下的时候，冻伤伤害量增加 18%， 那它满级的时候是增加 20%。 PVP 穿用呢，被攻击累积6次的时候，对象3秒内无法使用主动技，所以它被攻击 你就不能假装被攻击了，假装被攻击它6招就让你死了，那你就来不及了。攻击哦，被攻击累积6次了，防守不知道算不算哦。这个也就是大家可以测试看看。那他会怎么吃暴击呢？就代表说，他的主动技能一定会有一个冻伤伤害。那你在攻击的时候有暴击率比较高的时候，暴击伤害的时候，他就可以有双倍的那个冻伤，两倍的冻伤伤害追加两倍的冻伤伤害，然后并解除冻伤，就在下一次的时候就继续攻击，继续累积。所以他是吃暴击比较多。那缘分的部分呢，主要格斗家就是那个夏日马丘亚嘛。那他的冷却时间减少2秒，哎，哇，这个这超必杀技了，超必杀技，冷却时间减少2秒，攻击力增加7%。那这一些呢 ，K 还有他原本的那个万圣节库拉啊，万圣节玛丽，
那还有它原型的马力97马力都是可以增加攻击力跟一些那个属性降低啊，哦，这也是不错了。好的，那我们看一下技能哦，爆头摔四秒内受到寒流攻击啊，每秒攻击 30% 的冻伤伤害，追加 30% 共同伤害，然后对方的速度会减少，移动速度也减少。那 M 码也玫瑰连击啊，每玫瑰连击套用超级护甲两秒，七秒内攻击速度增加 8%。哦，攻击速度增加 8% 就不一样了哦。其实它攻击速度跟移动速度啊，操作起来的时候，刚刚试打一次还蛮快的，真的蛮快的。那我们就可以配合一下那一个秒，那个，哎，它的那个缘分不知道有没有增加，好像没有增加哦，这里。这个就是配合那个万圣节玛丽啊，配合万圣节玛丽攻击速度增加 5%， 然后移动速度也 5%， 攻击力也 5%， 哇，这个超赞的，说真的，三合一的移动那个机动部队又出现，这个是蛮好用的啦哦。那它技能里面的第二个玛丽蜘蛛，玛丽蜘蛛故是不是啊？它就是一个排球，你知道吗？那你用第二个技能的时候，还可以增加那个移动速度，那真是。那我们看一下那个它的。好的，那么就回来了。刚刚电话来了哦，所以又要先取消了哈。那这个呢，就是爆头摔。Are you ready? Good night. 那野玫瑰连击。它有套用超级护甲，又可以增加你的攻击速度。那玛丽蜘蛛固，就是玛丽蜘蛛固吧？那有一个排球哎，哇，那排球都可以攻击人家了。那刚刚用的话，132应该是 OK 的啦哈，把它打飞了，然后再把它排球杀球，然后再用第二个来回连击，真的还蛮好，越来越出越强了。那第一代真的不能用了。那玛丽台风，玛丽野玫瑰特殊技，玛丽野玫瑰 EX， 这是武器吧？刚刚那个三气而已吧。哇，倒才冲！嫉妒之石，这个应该就是那个了，史诗里面拿到的那一个，还蛮多人可以用的哦，真的还不错啦。那这他也是二兰传说队了哦，就登场了。二兰传说三的时候登场了，女性格斗家兼代理人，身为突击队三宝的名人，辅助任务或过肩摔为特技。那他的兴趣是脚踏车旅行，格斗风格就是突击队三宝。那在大蛇篇、阴曹篇呢、阿修篇呢，全都有表现火药和泰瑞伯格相互肯定实力，并关系良好，暧昧了。好了，那我们就用这个来玩看看哦，好不好？那个这个我换一下，应该用这个。三合一攻击速度增加 5%， 真的蛮强的哦。绿属性的话，我们应该就是打史诗的那一个，叫做应该是这个绿属性，应该是打这个倒数第二关。对了，那我们再感受一下那个可以增加。第二个那个什么主动技可以增加那个攻击速度。那我们用一三，哎，为什么说按到那个啊？
一，哎，靠，真的不能脸哦，一二三哦。二三，哎，一二三哦。一二三哦，杀球！嫉妒之时，哎，他不是全体的、哦。那我冻伤伤害哦。哦，蛮强的。对，又没打到，哎呦，有打到。嗯，为什么差那一点点呢？操作起来是还不错的哦。第二个主动技的时候是可以增加攻击速度的。那我的战斗卡是用那个加暴击的战斗卡，我是用加暴击的战斗卡，所以让它暴击率又更高一些。他暴击是可以到高达 14.8% 了，真的哦。那再打一次好不好？这一次就一气呵成了。132213，不知道可不可以。哇，213不行了，231不知道可不可以。231可以耶，因为它可以从敌下面。它可以从下面那个下面勾上来耶。他可以从下面勾上来，哦，这是好东西啊。哦，越来越快嘞，真的不错哎。没有你出手的机会。哎，很好，真的很爽哎。231，真的不错。啊，真的很爽啊！这个哦，养眼又好用。
好的，这就是夏夜玛丽，好不好？夏夜玛丽，夏夜玛丽，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夏夜玛丽，然后啊，养眼又好用，真的是连击的时候可以让对方完全无法出手，你连击就可以直接到他结束为止，真的不错啦哦。那你还可以配合那个战斗卡，你还可以配合那个血腥万圣节啊，增加你的攻击速度，可以增加攻击力，还有暴击率，这个是不错的选择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哇，我还有一个这个血腥玛丽，是不是？我这个三七必杀了，这个没拿用一下喽。好的，那就跟大家介绍这个夏夜玛丽的那个新角介绍跟使用了，试用说明了，这真的不错了哈，可以大家可以拿到的时候可以拿来用一下了哈。好，谢谢大家收看我的影片哦，那我们下次新格斗家介绍见，拜拜。